最终她为中国队夺得第四枚金牌，这也是中国女队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俄罗斯队在本届比赛中共获得五枚金牌，列金牌首位，中国队列第二位，罗马尼亚队获三枚金牌名列第三，韩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获得一枚金牌。这是中央台报道的。新华社消息，第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昨晚在沈阳开幕，作为目前我国电影这个建立的信心。但说起我们中国队呢，我们要有问题，有还要很好的总结，注意提高动作的规格和质量，就是动作做得更加完美。我如果出现了失败，那么也没有办法，我掉下来。我一旦成功，我就要具备问鼎的实力。这样我们的队伍注意，没有质量的动作毫无价值，没有质量的成长动作也毫无价值。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回去还要认真总结，还要对运动员的动作认真的策划，精雕细刻。经历了七天的高水平较量，天津体操世锦赛圆满结束。国际体操联合会汇集许许奖项，天津体操世锦赛组委会主任李胜林将汇集交给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布鲁诺。下一届体操世锦赛承办国比利时的代表又从布鲁诺手中接过汇集。闭幕式在同唱一首歌的文艺演出中结束。国际体坛官员呢非常满意，他说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比赛，在天津举办。我们经历了一届非常激动人心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举办的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考得非常圆满成功。
生命中注定有你才闪耀。你是我眼中的微笑，每天目送我向世界问好。你是我心中的缠绕，当你慢慢长大越飞越高。爱你护你牵着你，懂你为你跟随你。你是我的骄傲，风雨中多少梦都不曾动摇。你是我的骄傲，生命中注定有你才最好。你是我的骄傲，阳光下多少梦都已长高。你是我的骄傲，生命中注定有你才闪耀。你是我的骄傲，风雨中多少梦都不曾动。生命中注定有你才最好。你是我的骄傲，阳光下多少梦都